还有吗？你怎么拿到这些东西的？这些五星级的酒店怎么可能泄露这种私密的信息啊？他说是从私人渠道。什么样的私人渠道可以取得这些？而且你注意到没有？这几个视频都是两个月之前录的，这就说明他早就拿到了，而且他早就开始查。陈开一个雷气袋，但是他拿到实锤之后又一直捂着，一直到现在才交给我们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他能怎么用这些视频都想好了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先交给一些合适的网络媒体，吸引一些传统的媒体跟进，等了有了关注度以后呢，再抛出前一阵子盛装查账的事情，带出雷启泰，不管在哪里做事前总监，都会在那家公司投广告给盛装，说的好像是拿回扣这样，把整个事情定性为陈开怡与雷启泰有着不正当的性关系、性贿赂。他这样的话，他们两个都会身败名裂。性贿赂？哼，那就不仅仅是丑闻了。这是犯罪。哼，这个鲁冰冰为了上位当副主任，真的是。但这个东西送得很及时啊，只要我们把这个东西爆出来，那不管陈开仪跟安东尼说过什么都没用了，他完了，没有人救得了他。第一步先找合适的网络媒体。找谁？哎，上次那个严凯跟那个实习生的那个，不行，那是个论坛，得找有公信力的。你认识多少个时尚自媒体大号？不管是微博的，或者是公众号的都可以，或者是啊，我们可以找狗仔，专门爆料明星丑闻的狗仔，就是得花点钱，花钱不要紧，重点是。不能把我们跟这件事情牵扯在一起，对，那叫中间人。哦，霆锋，找谁呢？公司的人不合适。霆锋，怎么样？你有什么建议？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做很卑鄙吗？卑鄙？如果我们相信有地狱的，这个 USB。就是把陈开怡和我们一起送进地狱的。所以你还是没有打算跟我留下来在一起？因为我还没有知道我想知道的答案。我是作曲对付过他，他是我的学弟，我一手带他出来的，他还是我的朋友。我没有想到他会死，所以你还是对他做了局。所以你刚才所说的什么一切情感都不重要，都可以牺牲是吗？因为过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未来。我们能够努力的，也只有未来。我做的一切，你不明白吗？我永远都不要把我的爱情
跟做局这个词裹在一起，我永远不要。那你要我怎么办呢？我做了半辈子的媒体，从社会新闻做到文化新闻，做到时尚出版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小记者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我只能往前走。 只是我们什么都不缺，不缺钱，不缺身份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说过，我们不一样。你的家庭什么都不缺，可是我不是。我的经历告诉我，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太脆弱了。